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我们就在旷野中为各位查考圣经。我们今天讲的是《使徒行传》第31讲。哦，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我们上次把18章结束。所以18章到底在讲什么呢？18章我们其实你看那个经文，它讲的是保罗这一组宣教团队的同工。哦，有什么同工呢？遇到亚基拉、百基拉，还有谁呢？亚波罗。其实还有一位很重要的同工，但是他没有很明白的显现，是谁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所以这位同工是谁呢？对的，大家都还记得的话，就是耶稣。耶稣那个时候与保罗同在，所以保罗在城里做工的时候，你看到时候好像很奇怪的，明明有人要下手想要抓拿保罗，明明有人把他送进关里头去，他正要分辨的时候，那个方伯居然说，你们这些律法的事，你们这些自己的犹太人的事，我根本就不想管啊！所以呢还被人打了啊！那个管会堂的就是要告保罗那个犹太人，反而被人家打了。那么保罗呢没有事就释放出来，他在那里哥林多足足待了多少？一年半，超过一年半以上，他才离开。啊，那就是18章。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第19章，保罗要离开哥林多了，要进到哪里去呢？以弗所。我们知道哥林多是很有名的，因为我们有知道哥林多书信，啊，前后共有四封，但是两封不可考。今天我们只有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那以弗所呢？以弗所有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是一个在圣经中常常被人家低估的书信，因为只有六卷，啊，就是六章而已。以弗所书有六章，但是他所讲的，是我觉得在新约圣经中，除掉四福音，那是另外一类的福音。以弗所书就把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给明明白白讲了出来。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书信。那保罗跟以弗所渊源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要把它讲出来。那我们今天我们读经的经文呢是19章的第一到27节啊。那现在就把这个经文打在荧幕上，由我来为大家来念，请。使徒行传19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奴学房里天天辩论。第10节，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14节，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土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所以在19章一开始的时候，经文讲到说亚波罗到了哥林多，保罗去过哥林多，然后他离开了，但是呢亚波罗又去到哥林多，那保罗呢去上边一带地方，他去兼顾福音，兼顾他所曾走过的地方，然后他也又来到以弗所。他来到以弗所以后，他看见这里的教会已经有一些规模了，有一点点的规模，不能说很大，但是已经有规模了，也那些人也知道耶稣的事，所以他说呢，他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门徒这个字呢，我们不会用在这个犹太人，就是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身上，我们一定是信用在基督徒身上。那些人是追求的，是寻求耶稣的。然后他遇到门徒，他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保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所传的是不是真的，是很重要的。门徒刚开始，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随耶稣，耶稣升天了以后，那我们跟随谁呢？耶稣说你们要去耶路撒冷等待，你们必要得着能力，要将这个福音呢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传到地极。所以要来这里做工作、做事工，要传福音，首先必须要什么？一定要有得着能力。能力从哪里来呢？从圣灵而来。所以保罗问这些以弗所遇到的门徒，他所问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在今天我想请问一下，今天如果说保罗来到今天，跑到一个教会，他问人家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到圣灵没有？当然他来到这里，我们不知道他是使徒保罗，那我们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怎么样回答？会不会哈哈大笑啊？你这是说什么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教会，当然有圣灵。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是不是只要信了基督以后受了洗就有圣灵呢？答案很显然的不是。这些门徒他们也都是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那他们为什么回答的时候呢，却回答很诚实的回答说，没有啊，也未曾听过什么圣灵赐下来啊。他就直接回答说没有，他们是诚诚实实的回答。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说去一个问一些基督徒，你们受了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不假思索就回答说有。为什么有？不知道。有的教会你跑去说有没有受圣灵没有，他说有啊，我们会都会说方言。会说方言就表示受了圣灵吗？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到，保罗就最后就为这些以弗所的门徒施了洗，施了洗，于是他们就得着圣灵，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着圣灵。然后这些人不但说了方言，还说了预言。预言是什么？预言啊，预言可能是任何事情。有一类的预言是预先告诉你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一类预言是可以验证的。或者有些预言是我们讲了以后，以后要不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这也是预言，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印证。反而是说你说下个月会发生地震，这样前一阵子我们知道土耳其发生地震，还是有一个先知说他们在海岸边打下一颗气球出来，这个气球下来后又造成什么样的事情，先是关系紧张，最后会朝向好的地方发展。但是这个先知讲的时候，他把那个时间跟地点都讲错了，但是我非常佩服他，因为他说打下了一个什么东西下来，他没有说打下一个飞机下来，他就说打下一个什么东西，我就相信他可能是在异象中看到的，但是呢他并不明白那是什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也有的时候并不那么清楚，但是这个已经算是不错，这是一个预言，而且是可以验证的预言，对不对？是这样的。那你去跑去有些某些教会里头，你问他们说你们受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会说方言，我们当然有圣灵。可是你仔细去听那些所谓的方言，很多就是真的是所谓假的方言，或者说肉体的方言，我们不要说假的方言好了，我们说肉体的方言，
什么下来巴巴巴西的巴拉卡米斯的巴嘎拉西拉啊，这种话对不对？这种方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肉体被逼迫就可以讲，你一直想要讲，一直想要讲，我说我想要讲出一些怪七怪八的音出来，肉体可以办得到，但是这种方言没有人能够听得懂，没有能够翻出来，是不是？那还有更糟糕的，更糟糕的什么？我们先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六章三节，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是不是？另外还有雅各书也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自己欺哄自己，或是说自欺啊，其实我觉得是在教会里面一件常见的问题。有很多基督徒会自欺，自欺说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信主，我非常怎样怎样，我会讲方言，圣灵很恩待我，神要我为他做大事。你说这是自信好呢，还是自欺好呢？这我也有的时候也真的不知道。有一些牧者好像演员一样，演员一样，怎么说呢？我就看过这个有一段视频，两个牧者在台上，本来第一个牧者要表示就讲方言，他讲很多方言，然后呢，第二个牧者就突然加进来，他讲了另外一种，听起来是不一样，因为你找语言学家来问的话，他说这两个里头没有共同交集，可是两个人还一边对话一边笑，好像两个就是好像都是属灵高人，都会很会说方言，在那边表演。他们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牧者了，他们是演员来的，不是真的基督徒，好像是演员来的。方言是用来表演的吗？当然不是。我们如果有了圣灵，那我们怎么样？方言可能是一个附带的效果。有人会说方言，有人会说预言，有人能够做异象，能够有人能够做异梦。在约珥书当中说，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所有的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些事都必然会发生的。然而真的得到圣灵了吗？像以弗所这边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没有不知道，他们很老实的说，没有，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个答案有的时候往往是最真实的答案，因为像保罗给他们按手发生下来，他马上会说方言，会说见预，会说预言。保罗并没有告诉他们说：“哎，我现在给你们按手，按完手以后，你们就会说方言，会说预言。”然后这些人还要说什么是方言，还要问这个，对不对？保罗没有讲，保罗就问他们说：“这样呢，你们受洗的时候是受什么洗？”他说：“我们是受约翰的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样的洗呢？是。”悔改的洗，就是说我们受洗的时候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那怎么办？我们叫悔改。那悔改就是约翰就拿起水来浇灌他们，代表把他们罪洗净，这是悔改的洗。可是你要受什么？耶稣的洗。耶稣当然是我们奉，现在来讲的话就很简单，我们就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好像也奉耶稣的名，也有奉圣灵的名，所以这样一洗好像三合一全包了，因此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嘛，是这样子的吗？我们说我们奉圣灵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们就得了圣灵了吗？其实这个是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我们能不能这样讲其实是很有争议的，但是我们不要说自己明明没有然后自以为有，然后自欺欺人，不但自欺还要欺人，还要上台表演，这个就很糟糕。为什么很糟糕呢？因为我们每次在做这种表演的时候都是在犯罪，都是在犯罪。你原来没有嘛，你在台上表演，你这样表演以后，那我不知道圣灵还会不会真的拣选你。一个这样说谎的人，圣灵怎么拣选呢？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但愿，因为我们常都是罪人吧，我们既然原来都是罪人，那么现在继续的犯罪，有一天圣灵就是清洗你。
所以保罗给他们施洗说，不行，你们要奉耶稣的名施洗。那在按手啊，这个又来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因为没有人给我们按手，所以我们没有圣灵呢？啊，其实也不见得，保罗并没有给每一个基督徒按手，保罗也没有给每一个基督徒施洗。保罗曾经有写说，我没有给很多人施洗。好，这里十二个人是他给他人施洗的时候是比较多的了。保罗给十二个人施洗，还要给那个狱卒一家施洗，并没有写太多，他并没有给很多人施洗。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的人，尤其他被抓以后，教会还兴旺了，有更多更多的基督徒进来，但是保罗并没有给每一个人按手，每一个人施洗。那这些人怎么得着圣灵呢？我们在使徒行传之后，前面一开始也讲过，彼得跟约翰来到撒玛利亚，彼得当时也是有按手的方法。那是不是说我们没有使徒按手，我们就没有圣灵呢？这个就是摩门教用来欺骗人的方法。他说，你看这里都是例子，所以呢一定要有使徒，所以我们没有使徒嘛，那么我们来案例使徒好了。他们就在教中案例使徒跟先知，去给人按手，给人说你这样就得圣灵。那我们很多他的弟兄姐妹们听了以后，哦，我们就被按手，所以我们有圣灵啊，因为我被人家按过手啊，啊，所以我有圣灵。其实这也不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们啊，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不能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得圣灵。也不是说你能开口说方言就表示有圣灵，特别是那种肉体的方言，那讲出来不表示你有圣灵。我们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有圣灵啊？往往是在我们已经有了圣灵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圣灵。不但是有，而且是以前就有，很久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人身上动了工了。圣灵在人身上动了工，它是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祷告当中，求我们的父神将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不是说赐你智慧跟启示，是那个灵赐给你。所以那个灵在你身上，你在从它可以得到智慧跟启示。圣灵会告诉你，不是说随便的话，是神的启示的话，神要说的话告诉你。有的时候常常是借着经文来告诉你，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说有的时候会说一些跟圣经上啊就并没有记载过的话，但是原则是相符合的，这才是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啊，圣灵给我们智慧。然后呢，圣灵它既然是一个洗嘛，圣灵的洗是什么样？使你成为圣洁，洗净你。约翰的洗能够洗人的罪吗？可以的，他可以洗掉你已经犯过的罪。当这个先知约翰拿起水来把你浇灌了以后，象征的这个事情就把你的罪洗掉，是不是？你的罪就洁白了，象征性的。可是真正来讲，既然神给这个约翰这个先知的权柄，他这样洗也是有用的。神就说，好，你的罪洗掉了。可是这样洗过的人以后，他上来以后，他回去到生活当中，又过了五年十年，他会不会又犯罪呢？我们常常又犯罪，我们很容易犯罪的，是不是？虽然曾经受过这个赦罪的洗，但是我们又犯罪，那怎么办呢？那没有办法，又犯罪。你罪被洗是在之前，你之后又犯了罪，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办法。最终的办法就是将圣灵赐给你，圣灵来洗你。圣灵不但把你以前的罪洗掉，按照耶稣基督的名把你以前的罪洗掉，圣灵还能够不断的清洗你。所以我们看圣灵的洗不是说一次性唰一下水浇下去啊，到擦干，可能前后五分钟。圣灵的洗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它一直的洗。你现在原来的罪洗净出去以后，因为你人不好，或者说我们还是有罪根在里面，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又犯了罪，又犯了罪怎么样？圣灵再帮你洗去，他不但一边帮你洗去，一边改变你这个人，使你不要再这么容易犯罪。所以圣灵的洗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洗罪的洗，它是帮我们改变，
它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内里。所以我们有没有得到圣灵呢？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圣灵结出的果子。圣灵在人的身上，他做这些动作的同时，他也结出果子来。果子不是说果子就是说他这个是显现给你看到的，他怎么结出来的，有的时候很难察觉。我们像在耶稣讲的无花果的例子，当无花果的树枝一根树枝出来，它是咖啡色的嘛，渐渐咖啡色树上的树枝上出现一个小点点，那个小点点绿色的，然后之后绿色开始长大，长成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小疙瘩，绿疙瘩，然后绿疙瘩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结出果子了。但到你看到果子的时候呢，已经是工作很久了，工作很久，可能有半个月了，一个月了。那我们也是要，我们得到圣灵的喜，我们会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我们就表现出来。当你有圣灵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已经在你身上工作很久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圣灵的啊。除此以外，人家如果问你啊，因为现在好像我们得圣灵的时候也不见得有这么多啊，就是立刻可以看到的事情，我们立刻可以说方言，立刻可以说预言，这种很极大的变化啊，有些人并没有。然而如果说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也有这种可能，剧烈的表现也是有的。像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啊是听到神的说话，听到圣灵跟我说话，可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圣灵在我身上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我才听到圣灵的话呢，还是说就是那是第一次，我也不敢确定。因为这个事情就好像说无花果的树结出果子，刚开始确实很小，难以注意的。好，我们再回到经文，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礼，告诉百姓当信纳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所以就看到这12个人得圣灵的经过。那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现在没有人给我们按手啊，是不是？还是我们要回到像摩门教那样，要找一些设立一些使徒？但是然而我们自己设立的使徒难道就是使徒吗？使徒严格的定义讲起来，就是说是神他才能设立使徒，神自己拣选的，神说这个是我的使徒，那我要赐给他权柄和能力，那他是使徒。那教会里头自己大家决定说，我们说这个人是使徒，不管你有什么机构，不管你有什么方法，你这样说这个人是使徒，他是不是真的使徒是 questionable。 但是然而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坚持说必须要有使徒按手才能得圣灵的话，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自己这个人所设立的使徒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神所拣选的，那他出去按手那么多那么多人，比如说这个教会有三分之一人都是这个人按手的，那其他的可能是在之前的嘛，之前一任或怎么样，那这三分之一弟兄到姐妹到底有没有圣灵呢？那圣灵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今天要有这个按手才能得圣灵的这个过程呢？为什么特别在以前有这样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啊，跟我们后面要看到一些经文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圣灵这个时候要为使徒做见证，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教刚刚起来，很多人在那里传，有人传这个，有人犹太人在传的，犹太人在前面就传什么，你们要信耶稣也要行割礼，是不是啊？这个事情我们上次讲过了，以前讲过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后来知道连保罗使徒保罗使徒雅各都出来说不需要这样子，所以圣灵这个时候就为使徒做了见证。你看这个人按手圣灵就下来了，所以这个人的见证啊，这个人的按手是有能力的，是被证实的，是 verified by Holy Spirit， 被圣灵所证实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就是一直这样
圣灵证实他就是有神所拣选的使徒。如果说今天教会来讲，如果我严肃的讲一件事情，如果说除掉那种演的之外，除掉那演的之外，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如果给谁按手，他就得圣灵，然后能够有很大的能力，会说方言，会说预言，而且这预言我们知道后来是真的的话，那我愿意相信是圣灵来 verify 这个人。虽然说一个可能是一个牧师，可能是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如果能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也愿意相信他可能是使徒，他就应该可能是使徒，圣灵可以 verify 他。当然我们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邪灵会不会也可以做这种事呢，我们有些很多很多的考量，但是呢有这个可能。那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哦，这十二个人受了洗以后，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但是有些人呢在心里刚硬不行，这很多见证啊，但是这些见证到他们耳朵中，他说我不是亲自看到，我不是亲自听到的，所以你们讲的，你们这些人告诉我的事，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就是刚硬不行，还在毁谤这道。两架直升机要飞过去，要一点时间呢。毁谤这道，就说这道是假的，是骗人的啊！有这样的人，那没办法，因为有些人心里刚硬嘛，你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用什么证明他都听不进去，这样不行的啊！所以这时候他怎么办？保罗就离开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讲下去。有的人心里刚硬，有的人还要讲一些坏话。你跟他讲不下去，有的人道就是传不了。保罗也很明白，因为人要能够信，那是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如果神没有预定他，没有拣选他们，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信。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呢？跑到一个叫推拿卢学堂的去的地方。他在那边开了地方，可以天天辩论。什么叫学堂？学堂中国人就明白，我们就中国人就明白，说私塾就是私人办的学校。好，在教育，在古时候，在现在啊，现在很比较普遍，是不一样的啊。古时候的教育不一样，因为没有很不一定说国家政府给你办，因为人呢，你只要会耕田就够了，对不对？会耕田会谋生就可以了，你一样可以娶媳妇，一样可以生孩子，为什么一定要能够学会书写呢？所以古时候很多文盲，但是人们是不是甘心当文盲呢？因为你人有知识是改善生活条件一个必要的前提，我们有知识我们就能改善我们生活，要不然祖先做什么你也只能做什么，是不是？所以有人办学堂，学堂是教你识字，教你一些知识，可是学堂啊，不一定能够整天的办学。怎么讲呢？你来早上那早上进来，然后到傍晚才回去吗？有这么长的时间吗？没有，学堂通常是半天的，所以那个学堂呢有一个适合学习的环境，有座位啦，有桌子啦，可以写东西啦，这很好，有讲台很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可能学生来半天，半天以后回家以后还要帮忙做家里的事情，那这个学堂就空出来了。所以保罗他们就用租的跟人家租借这个学堂，在那边多久啊？多久？两年之久。两年是700多天啊，700多天，700多天在干嘛呢？去辩论。有这么多好辩论的事情吗？推拿卢学堂两年讲一个事情，就讲耶稣就是基督嘛。哎，我一句话都讲完了，对不对？有这么多好讲的吗？天天呢，他这两年还不是说是像我们上逐日学一样，一个礼拜上一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这里是天天辩论。所以保罗在那里借的地方，可能还要付钱的。然后两年之久，天天辩论，当然他也不是全天了，但是他一天你是跟人家租借一个地方，把人都招来，你怎么样也说也要讲一两个小时吧，天天啊。所以我们信教，我们在这里面主里面有没有这么多可以讲的事情啊？你如果叫一般的牧师，可能没有办法，要是他讲700多篇道出来，很困难。好的牧师应该都可以，对不对？那如果要你
700多篇道，然后又是长的，每一篇要2小时，那这个就真的有困难。但是保罗可以，还跟人家辩论，所以其实基督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绝对不会是只有一点点。像我如果开以佛所书啊，开主日学，我以前录过以佛所书的视频，我自己讲啊。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有当福音遇见灵恩，我们几个人在那边讲，目前呢也是录到多少20几集了，20几集讲到以佛所书第3章，所以这个是很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嘛。我们不要像有人小组查经到了某某教会去啊，我们来查以佛所书啊，我们今天查以佛所书查多少次啊？6次，6章嘛，所以64嘛，6小时就完了，是真的这么少吗？我们可以知道的，可以从以佛所书当中学习的，只有这么少吗？那使徒行传20几章，是不是也是要讲20几次呢？就结束了，那都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啊。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学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讨论的，所以我们有必须哦，有一个学习的精神，在这里面学习。我们在基督里，而且在那个时候，你看看，保罗还在这边自己在宣教呢，他还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写书信，他的很多书信都是他被捕下狱之后在狱中写的，所以有些书信都还没有写出来呢，但是保罗就在那个时候跟人家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神到底要怎么做工，一个方向，我们借着弟兄姐妹。一起，你告诉你说神让你带领你做了什么，这个弟兄会告诉说神带领我做了什么，大家把这些事情拿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白基督的爱。好，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讲基督的爱是什么呢？我们因信，所以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并且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一个人是很难体会基督的爱到底是，你可能长你可以想到一些这个，但是我们的长时长不够，因为还有我们前面的信徒呢，像保罗的时代的信徒呢，有些记下来，有些并没有记下来，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阔呢更不用讲，我们只能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你别的弟兄姐妹身上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不讲出来，你也不晓得。当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事情以后，发觉哇，基督原来爱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所以长阔高深，就慢慢你要跟众弟兄姐妹一同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见闻，他们的知识，大家一同明白啊，一起讨论啊，不要说是毕竟是辩论了。但是大家一同讨论，就能够更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些事情就是要这样子，你要花时间，你要去听，要去闻，要去讨论，要去交换，我们才能慢慢的像保罗就慢慢的累积起了经历，他才能写出这么多的书信，能鼓励众人。他在这个时候就可以2年多的日子，在推拿奴学堂里面，天天跟人家讨论辩论。就辩论这道到底是怎么样的道？好，我们继续回到经文，所以第十节讲说，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听很多很多人，他在一个地方，在这边固定了讲，这很多人就知道在这里有啊。刚开始前几个月可能没有人知道，后来这话越传越广，这些人知道，有些人就陆续加进来。哎，这里可以辩论，可以讨论，他们对这个神的道非常的好奇，有热心，他们就来讨论。结果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保罗的名气很大了，所以呢，神就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个就要挑战我们的想象力了。我们知道人能够行神迹，对不对？有神能够借着人的手行神迹，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哎，人家拿了保罗的手巾或围裙，他不是做这个什么支帐篷的吗？支帐篷有围裙，有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是神人啊！”那我们把他围裙偷偷的偷走了，保罗不知道掉了几个围裙。Anyway， 他带去以后，
放到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这个时候他根本如果有良心点，应该把这个围裙或手巾再给保罗送回去。但是确实这个事是有刑的啊，因为圣经上记载了，有人病就这样好了，恶鬼可以被赶出去了。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圣物吗？因为保罗是使徒，所以他用的东西就是圣物吗？那这个是不是以后啊，这个东西流传下来到今天还有能力呢？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明白，你不能明白这些事情的话呢，你就会容易陷到一个危险里面。如果你相信这些事情啊，人能够行神迹奇事，这个就是人的能力。所以我们是为病人祷告，我们是得神喜悦的嘛。啊，异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很好，神喜爱我们，所以神就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放在我们身上，就不拿走。所以这个能力在我身上，我去到哪里，我想要为谁祷告，这个人有病，对我为他祷告，他就病得医治。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就不给他祷告，所以他病又不好，是不是随我的力量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做这些事情，如果说有成效的话，都是神在做的。所以今天神在做这个事，有人把保罗的手绢偷了，保罗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手绢拿到外头去放到病人身上，哎，病就好了，鬼就退去了。那到底是谁在做？保罗不知道嘛，所以不是保罗做的。那这个手绢拿到那边去，为什么有效呢？因为神在做工。神在做工，神为什么要做工呢？是手绢的能力吗？还是保罗能力啊？我们知道这个手绢从保罗这边离开了保罗，所以保罗不知道。那是手绢有能力吗？不是的，因为神知道这个手绢被拿出来了，放在病人身上。那如果神要为保罗做见证的时候，神可不可以看这只手绢这样下来，他就医治这个病人，或者把这个鬼赶出去啊？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时候，神要怎么讲？为保罗做见证。我们刚才一直强调，为什么保罗按手的这些人可以得圣灵？圣灵就也许等在旁边呢，等着保罗来按手呢。他可以下，可不可以进去啊？可不可以下去给这些人啊？这些人已经受了洗。可以的，可是圣灵如果等待一下的话，等到保罗按手，他们在啊被把这些人都给洗了，那么圣灵这个洗没有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却给保罗做了见证，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手绢拿出去放到人家身上，我告诉你啊，这个手绢可以带病菌或带病毒的。我们只听说你从那个一个谁啊，这个人 COVID 的人用过的手绢口罩，你拿给另外一个人用，他一用他可以得病。我从来没听过谁从那里拿进去一个手绢放到他身上，他的病就得医治了。你听过吗？我们没有听过，对不对？但是圣灵可以成全这件事情。他如果要这样做，他知道了这些人因为家里有病人，家里有被鬼附的，很恳切，我们来找保罗，保罗又在推拿奴学堂跟他辩论走不开，那他怎么办？他就想说，我拿了他的手绢回去试试看。但是圣灵就看到这个事情，就去了，就把这个病人给医治了，或者把这个鬼给赶了。这个人保罗在推拿奴学堂里面动都没动，但是圣灵已经帮这工作做完了。然后这人就说，啊，保罗真是神的使徒啊，真是神人啊，这个事情又传开了，不是吗？所以是圣灵在跟保罗同工了。这个医治这件事情不是保罗自己做的，是圣灵做的。如果你能够明白这样的话，就明白了，这非常非常的简单，不是什么进到一个神秘主义里面。哎呀，那好，我们来开始去挖掘啊，有些电影就是这样，我们去挖掘以前的是吧？圣杯，法贵骑兵不就讲吗？这个圣杯会有极大的能力吗？啊，这个圣杯就是一个神物啊，不是这样子。真正的那个神奇能力是来自神，来自圣灵。圣灵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了。因为使徒保罗在这个推拿罗学堂里为人辩，一直跟人家辩论，让人明白这个道。这个人虽然拿去了，他并不明白神的道，但是神也愿意这件事情成为保罗的见证，所以就这样发生了。啊，就是如此。然后呢，啊，十三节以后又讲出一个很奇怪的故事啊，
那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太多，并没有办法详细的讲这个事情，就是说，知道吧？是行了神迹奇事了，啊，保罗是有这个可以赶鬼的人，那么保罗行，我能不能行啊？如果说我今天拿了保罗的手绢，到处哪里啊，碰到这个鬼就出去，碰到那个鬼就出去，那我是不是，哎，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赶鬼啊？我也可以出名啊，对不对？我不要讲说这个手绢是从保罗来的，我拿了，我偷偷放在我怀里，我不告诉别人，然后以后到处我去赶鬼，是不是？那就我说是我自己赶的，但是事实上我的口袋里有保罗的手绢，那是不是也成了我的见证呢？我到各处去赶鬼，我只要手上拿着保罗手绢，我就可以赶鬼。然后说，这是我赶的，这样行不行呢？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话，这手绢就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能力是从圣灵来的嘛。当圣灵不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就没有，你拿了保罗的手绢也没有用。啊，在这里就有几个到处游行各地，然后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他们要以赶鬼为生的啊，到处游行，这里去那里也去。我有能力，谁家有病，然后被鬼附，来我去念咒赶鬼，也可以嘛。然后，但是这些人呢，又用耶稣基督的名，而且他是说擅自称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我们知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的时候是按照主的意思使用的，有的时候呢是擅自称的。啊，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令你们出来做这个事。"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爸爸是祭司长。这些儿子呢，不知道啊，游手好闲，不知啊不，终日想要去什么坑蒙拐骗，想要骗点钱，想要出名博名声，他就到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恶鬼呢？恶鬼却不认他们。你们是祭司长的儿子啊，你们是谁呢？啊，如果是使徒保罗，我就认识啊。但是对不起，你呀，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我不认识。你们甚至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假的，假的就不真嘛。我前面讲过了。那无有的，你自以为有就自欺了。这些人在自欺欺人，明明没有，明明神没有叫他做，他就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欺骗那些观众，希望能得一些好处，得一些名声。但是圣灵会帮这样的人做见证吗？没有。那你说这个人好笨呐，他去偷了保罗的手绢来做这个事，不就得了吗？我告诉你也不行，这些人是擅自称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去哪里赶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啊，一定成功，不是的。有的时候你祷告了没有？啊，你祷告了没有？你是不是祷告以后，神说你可以去，你再去，对不对？这个样说，你如果神说你可以去，那主与你同在，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那就是真的了。如果神说没关系，我接到一个电话，马上去就马上施展能力，可以吗？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就是擅自称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名。使徒的名啊，这些所谓的名啊，使徒的手绢跟围裙，到底这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人不是奉神的名做事，人不是真正从神那里得到旨意，那我们这些做的事不会成功的。耶稣基督的名是可以喊出来的吗？是讲出来的吗？还是真正要？耶稣基督要与你同在，他同意你做这个事情呢？好，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讲到就到这边。那么，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主的，阿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那么今天天气不错，我们来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愿上帝赐福你们，拜拜。